下课的时间比较强，怎么不是计时？怎么？小亮，送风水啊？你是吧？你贴的呢？你定谁啊？你是他谁定啊？今天那个黄岩呢，1994年的中国足球完成了从专业到职业的华丽转身，但从教练到球员显然都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苏俊，你看空调干嘛？刚刚接手上海申花队的徐根宝同样面临着很多棘手的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员严重短缺。除了有6、7个老队员退出球队以外，还有遇到的其他一些困难，包括那个在管理上、组织性激励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奈之下，徐根宝将目光投向了外援，于是几个俄罗斯人出现在了中国球迷的视线里。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以学生身份加盟申花的足球草根瓦洛加了。上海队采用密集防守快速反击，第82分钟，俄罗斯的选手瓦洛加单刀赴会射门，球进了，4-2。这是外籍球星在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里面攻进的第一个球。中国足球职业化初期，很多数据的统计还不够规范，比如说1994年甲 A 首轮，上海申花的另一名外援萨沙就在与沈阳六耀的比赛中有过进球，但与之相比，瓦洛加无论是在实力还是在名气上都要远远超过萨沙这位真正的外援进球第一人。1994赛季，瓦洛加一共打入11球，是申花队中的首席射手，也是整个甲 A 进球最多的外援。在球队人员青黄不接的情况下，正是这位拿着500美元月薪的俄罗斯学生，带领着一支青年进美军打进了联赛三甲。而在赛季初，徐根宝的目标仅仅是保住第6名的位置。不得不说，瓦洛加的成功让甲 A 各队对外援有了真正的认识。1995赛季，上海申花又引进了格鲁吉亚国门高加。尽管瓦洛加这个赛季风光不再，但是高加的出色发挥依然让申花外援光芒四射。赛季结束时，上海申花队是进球最多、失球最少的球队。凭借这样的战绩，上海申花提前一轮获得了1995赛季的甲 A 冠军。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吉林现代队，在这场比赛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同时有2个瓦洛加在场上比赛，一个瓦洛加呢是延边现代队的15号后卫瓦洛加，而另一个瓦洛加呢则是广东宏远队的11号前锋瓦洛加。经过了1995年的碌碌无为，瓦洛加离开了上海，转而前往广东寻找机会，但限于自身的素质，瓦洛加在那里彻底失去了射手的光环。角球开出，15号瓦洛加门前抢点攻门，球进了。作为后卫的瓦洛加打进一球，而作为前锋的瓦洛加却满场未见踪影，这就是曾经的上海滩英雄1996赛季的缩影。最终瓦洛加以未进一球的尴尬成绩结束了整个赛季，也结束了他在中国足坛的全部征程。消失在延边的瓦洛加或许并不知道，就在同一时刻，在几千里之外的成都体育中心，他的老东家上海申花却碰到了另一个草根英雄，巴西业余球员马麦罗。晃过了2号姚俊，冷静的一脚推射，将场上的比分扳成了1-1平。这是马麦罗在中场附近拿球，过了第2个，再过第3个，到禁区里边，
可惜这脚射门打在球门的力度上。作为一名巴西人，马麦罗有着很好的足球天赋，闪电般的启动速度，灵巧的盘带功夫。从1995年下半年登陆甲 A， 马麦罗很快就在中国足坛站稳了脚跟，但或许是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中国联赛的节奏，几场著名的保级大战当中，马麦罗并没有为四川队做出更大的贡献。当时间进入1996年之后，熟悉了环境的马麦罗终于爆发了。联赛第六轮对深圳队的这个进球，彻底让球迷记住了马麦罗这个名字。而他在进球后的激情庆祝，更是成为了甲 A 十年最经典的镜头之一。那个赛季，马麦罗在联赛中打进七球，是四川全兴队的首席射手。在他的帮助下，四川队早早甩掉了保级的帽子，甚至一度对联赛冠军还产生了憧憬。I don't know. This is up to, oh, in Brazilian we say, with this up to God. When the Sichuan team will be champion, we never know. We have just to play and training hard. That's it. 刚刚经历了惨烈的成都保卫战，几个月之后却在想着联赛冠军的奖杯，在不少人看来这就是一个笑话，但却不能否认。每名站在赛场上的球员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梦想。那个赛季，马麦罗的梦想最终没能实现，但在联赛最后一轮主场与提前夺冠的大连队的比赛中，马麦罗却以两个进球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如果不是徐宏在比赛最后时刻打入一球，后来大连万达58场不败的记录也就不会出现了。在1996这个火爆的赛季，独中两元和马麦罗似乎特别有缘。马麦罗乱军当中觅得破门良机，场上比分变成了2-1。实际上让上海球迷记住这个巴西人的并不是这场球。1997年甲 A 联赛第二轮，马麦罗在客场对申花的比赛中大发神威，从中场开始连续盘过了包括门将在内的4-5名防守队员，最后将球推进空门。因为这个进球，马麦罗不仅让上海球迷，也让全国球迷记住了穿花蝴蝶这个绰号。2002年，上海申花加大了引援的投入，乌拉圭传奇前锋卢本索萨、洪都拉斯国脚索尔马丁内斯等等强援相继加盟，但这一年申花球迷的记忆却依然属于他们的老熟人穿花蝴蝶马麦罗。2002年8月1日，那一天是马麦罗30岁的生日，也是在那一天，马麦罗在主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中再次独中两元，为自己的生日送上了一份厚礼。同时，这也是马麦罗送给中国球迷最后的礼物。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马麦罗再也没能展现射手的本色。2003赛季结束的时候，为四川队效力了8个年头的马麦罗告别了四川，从此穿花蝴蝶这个名字就只能存在于中国球迷的记忆中了。实际上，马麦罗只是那个年代甲 A 外援的一个缩影，价格公道，童叟无欺，但平心而论实力有限。随着甲 A 各队水平的提升，他们的作用也越来越小，最终只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后来的国脚外援甚至是大牌巨星们所代替。而他们的成功更多的应该说是在特定时代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就在马麦罗和我们挥手作别的岁月，中国足球联赛却开启了大规模引进国脚外援的时代。这其中有些人为球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也有一部分人是抱着淘金养老的目的而来的。在国际足坛，提到加斯科因这个名字，
不少球迷马上就会想到两个词儿：天才，还有就是坏小子。但不管如何评价，这位英格兰巨星的地位却无法动摇。2003年1月，加斯科因这个名字却突然和中国和中国足球发生了联系。2003年1月的海口，正在这里冬训的辽宁队迎来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面孔，他就是时年36岁的加斯科因。说起这位前英格兰队长的目的，其实很简单，试训。有许多家俱乐部向我发出了邀请，英国的、西班牙的、日本的、苏格兰的等等。我将在训练之后再接受你们的采访，到时候你们能更好地了解我现在的状态。从试训时的表现来看，加斯科因的基本功还在，球感还在，但不得不承认的是，36岁的加斯科因老了，老得已经无法出现在任何一个职业联赛的赛场。即便是一位曾经的世界级巨星，但除了能给球队带来关注度以外，实在无法再有别的贡献了。于是加斯科因不得不告别辽宁，前往中国其他地方寻找机会。正当球迷们以为加扎将带着遗憾离开中国的时候，来自甘肃的天马俱乐部却高调宣布，他们已经签下加斯科因。一时间，一支即便是中国球迷都不熟悉的假币球队，成为了世界体育媒体关注的焦点。加盟甘肃天马的加斯科因很快就迎来了他在中国的首秀，足协杯对阵青岛贝莱特。只不过由于身体条件无法达到比赛的需求，那场足协杯赛加斯科因并没有上场，而是以教练员的身份指挥球队。从场面上看，加扎甚至比球队真正的主教练龚磊还要活跃。Good coach, my job is mostly,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really help the players as much as I can on the field. The coach is, you know, he wants to help them as much as he can off the field and practices and that. And if I have any help I can give, that's great. 2003年3月29日，加斯科因迎来了他在中国真正的首秀。在兰州七里河球场，火爆的氛围让这位昔日巨星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亢奋的加斯科因毫不犀利，满场飞奔，一个世界波进球，一个手术刀般的助攻。那一天的加斯科因在兰州演绎了一场完美风暴。正当球迷们以为加斯科因将在中国开启一段新的旅程的时候，加斯科因却突然消失了。2003年4月12日，距离他在兰州的首秀不到半个月，加扎以私事为由返回英国，从此一去不回。加斯科因的不辞而别，无情地粉碎了中国球迷的巨星梦。直到十年之后，另一位足球投资人大笔一挥，中国球迷的巨星之梦才得以延续。2012年中超第19轮，上海申花与广州恒大两支豪华之师碰在了一起，中国足坛最昂贵的一次较量就此展开。这场比赛的最终比分是2-2，半数主力缺阵的广州恒大没能战胜德罗巴与阿内尔卡两位巨星领衔的上海申花。对于球迷来说，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在德罗巴和阿内尔卡面前，孔卡、穆里奇、克莱奥、巴里奥斯这些球员只能算是平民，但他们的价值却完完全全体现在了赛场之上。而巨星的价值在哪里？或许更多的是在眼球当中吧。2012赛季结束后，上海申花球迷送走了他们的两位巨星，而广州球迷依然在为孔卡、为穆里奇欢呼。
2013年12月22日的世俱杯三四名决赛，是孔卡代表广州恒大出战的第100场比赛，也是他在广州恒大的告别之战。尽管球队以2-3被巴西米内罗竞技队绝杀，但孔卡依然成为了那场比赛的主角。